Okay, Google, what's the day today? It is Friday, the 7th of September 2018. Hi, Google, how do I say hello in Chinese? 你好。Okay, Google, how do I say I love you in Chinese? 我爱你。Okay, Google, how do I say I like you in Chinese? 我喜欢你。Okay, Google, how do I say good morning in Chinese? 早上好。Hey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给大家聊一聊人工智能和人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的工作将来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？人类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缔？刚才我跟这个人机对话的时候，by the way，这是一个 Google Home 刚看到的一个新的玩意儿，它能用声音来操控。你只要联系在网内的东西都可以来操控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一起聊一聊，是否人工智能可以取代我们人类真正的工作？我们现在开始。最近跟几个朋友聊天，都聊到了AI，聊到了未来，聊到了机器学习等等等等，都在考虑。将来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？会不会很多人下岗？这样呢，我们就激起了一个思考。所以大家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，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那我了解的人工智能源于前几年比较火的是 AlphaGo 跟李先生下围棋的时候，竟然战胜了李先生，而且李先生当时说了一句话：“没有想到 AlphaGo 能够下得这么的完美。”那真正的是战胜了人类。最近比较火的聊到了 AI，是因为李开复先生的言论，他出了一本书叫《未来 AI》，用自己的一生的经验，因为他是比较早涉入这个行业，而且一直在做研究，另外在上班，把自己毕生很多的精力都投入在研究上，但结果他查出了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出现了问题。那这让他在自己对工作、对未来、对有一个重新的思考。那他重新定位自己，写了一本书叫《AI 未来》。今天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观点，而且他在 TED Talk 上面做了一个14分钟的演讲，把他毕生的这些经验总结，聊了一些 AI 的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，怎样能够结合。怎样能够跟人类相结合，人类的未来相结合，AI 和人怎么结合，怎么更好的发展？好，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些比较精彩的，或者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些观点跟大家一起分享。他是这样说的，在所有重复性的工作上，人工智能将更高的胜出人类一筹。但我们并非因为擅长重复性的工作而为人。那人类我们最擅长的是什么呢？是爱定义了我们的人性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之间会有爱，会有感情。那即使 AlphaGo 赢了李先生又怎么样？他没有喜怒哀乐，他没有悲欢离合，他没有那种赢得比赛的激动，也没有输了比赛的那种悲伤感。所以，我们是有区别于他们的。我们有自己的情感，我们有自己的爱在里面。另外一个，他说，与人工智能相比，人类胜在了有创造力和同情心，这是机器，所有机器再先进的技术都不具备的。常规工作虽然会被人工智能取代，但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关爱性的工作。所以，你在规划你的未来职业或者想要转行的话，你要考虑。这些工作将来是更有发展前景的。那最后他们有这么样一个总结：第一，人工智能将代替我们承担所有的重复性的工作；第二，人工智能将成为工具，更好地帮助科学家和艺术家们提升他们的创造力；第三，对于非创造性、关爱性的工作，人工智能只能为我们提供思考与人类的。温暖和同情心相辅相成。最后呢，人类将其独一无二的头脑和心灵
做人类擅长以及人类创造力和同情心的这种类型的工作，机器是无法取代的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将来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一个拥抱和一个蓝图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到你。不知道你对人工智能怎么理解？所以今天的挑战的问题是：你怎么看待人工智能？你对人工智能和科技未来的发展有没有恐惧？你觉得你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或者其他的类型的科技所代替吗？别忘了关注和分享，我们将来会分享一些更多的有用的知识给你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